傍晚国道上车辆寥寥可数，突然一辆金色轿车高速切到车子前方，立即踩刹车，吓得后方车主只能减速。突如其来的震动害车上六个月大的婴儿吓得哇哇大哭。但是仔细看，当时车速直逼120公里，如此高速却还恶意减速逼车，实在非常危险。随即这辆车就高速离去，但这还没有完。过没多久，金色轿车速度忽快忽慢，又开到车主前方，急踩刹车，甚至还比出不雅手势。对，他没装置啊。被逼车逼得莫名其妙，明明就没有行车纠纷，却被恶意逼车。但是其实，在超车前，金色轿车就已经透露恶意，因为他是先闪了大灯，又跑到我的面前急踩刹车，那也还好，我当时我的直觉是我要保持距离，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车上。那假设急踩刹车，我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，我撞上去了，发生了交通事故。林姓车主不满大骂，高速逼车实在非常危险，幸好当时保持安全车距，不然意外恐怕随时可能发生。而这样恶意逼车的行为也早就已经触法，在他车前方做刹停的动作的话，这个部分一样是违规哦，一样是违反第43条第项第四款的规定。翻开交通法规，金色轿车闪大灯示意让路，又超车到前方恶意刹车，总共两项违规，合计可以处罚12000元到48000元不等。警方也呼吁民众遇到类似事件需要保持冷静，并且拨打1968报案专线，也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存档举发，揪出这些恶意逼车的国道流氓。记者李佳明、刘志展，新北市报道。